我有一点不明白的是，你明明可以躲得远远的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我这个人好奇心比较强，总想弄明白一些事情。好奇心比命更重要吗？将军府上百口人，燕塘边境小村里的无辜村，难道就天生该死吗？ 说来还真是好奇，一个没有任何修行潜质的少年，为何身上藏着这么多连我都看不透的秘密？由于承诺，我不能出手救你，不然我还真想看看你活过来会变成什么模样。周六周日晚间6点，江夜就在爱达综合台300频道。